们多了。没有，咱熟也没关系，咱们就是玩嘛，就是。第一次跟甜甜，甜甜你是哪里人啊？我南京的。哦，南京的，哎呀，好巧，我也在南京附近呢。你在哪里、啊？我在合肥。哦。哦，我这开车过来，一会儿就过来了嘛，嗯。这么说哪？说哪？哇，挺近的，我前两天还在新街口呢，还在南京新街口夫子庙那边直播呢。啊、嗯。嗯。好巧啊，这，哦，南京人是吧？那挺好的。哎呀哎呀。嗯，没事，来采访采访我呗。可以啊，哪天你到南京新街口，你在那儿逛街的时候，我就过来互动。我，哎呦，这不是，哎呦，这不是那个谁吗？是不是？嗯嗯，是吧？对面实力不凡，我也觉得，我觉得你们家有大哥。没毛病啊，感谢哥啊，真的就是玩嘛，嗯，对吧？我在合肥哪儿？我在合肥哪儿？这合肥哪儿？啊！谢谢我小玉哥哥！哎呀呀呀！一上都上6000多了！哎呀，哎呀，你不可以这样打压一个小主播瑞甜甜，我觉得你这样欺负小主播有点过分啊！不要这个样子，不准上了，你们那边不准上了，讨厌！还有9秒钟了，还有9秒钟，还有6秒钟了，感谢我哥哥，还有4秒了！哎呀，欺负小主播过分了！哎呀呀呀呀！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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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呀呀呀！我不罚你什么，不罚你、啊、你这样子吧，啊、嗯，你不是就是跟别人搭讪的吗？罚吧，跟别人搭讪的，嗯、啊，然后你把摄像头转向这个，就是这个美女，然后你随便拉一个美女来搭讪，然后你跟她你向她表白，你说我一眼就看上你，我在这边偷偷的瞄了你很久了，我多简单是这个，然后你要在最后再亲她一下，然后这样子的话算结束，亲不到不行，好、哦，那随便找一个啊。嗯 ，Excuse me， yeah， 啊，我刚才跟你聊了两句，还忘了跟你聊了。啊，嗯，就是你，不要聊了。其实我等一下啊，其实我想想，你是回娘家是吧？哦。哦，那算了，不聊了。对啊，对啊。我忘了。回娘家。我想想，他结婚了，他回娘家，我想想我这事啊，嗯 ，Hello， you are beautiful， welcome to 重庆。好哦，你是来自哪里的人？成都，我也是成都的，好巧哦！我搞个表示半天是成都的时候，我也是成都的哦，好巧！欢迎你们两个来到重庆，我也是成都的。啊，然后你们两个是学生吗？啊，好，然后今天我们来做一个街头大挑战啊，心理大挑战。然后你看一下旁边这个妹子好不好看？这个叫瑞甜甜，给你5秒钟，你夸她，夸她就是。你哄她说她长得全世界最漂亮的女孩，长得全世界最漂亮的女孩。你要叫名字，瑞甜甜。瑞甜甜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女孩。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女孩。么么哒。么么哒。嗯嘛。嗯。哎，对了，没毛病。OK 啊啊啊！好，然后这个你亲了她是吧？啊，然后瑞甜甜说，她说那个什么，我们要回个礼。她说她不能来到现场，来合个影啊。来，她说她不能来到现场，然后那个她说，那就她我就带她吧。来，看这里，稍微近点啊。对。啊，我亲了你一下，啊，回个礼，对，啊，啊，然后这，啊，做完了啊，啊，非常，祝你们在重庆玩的开心哦，啊 ，OK， 么么哒，么么哒，这个明显不是问题，我靠，你好牛逼啊，真的，厉害了，牛逼牛逼牛逼，回来，你是可以的，啊，哇，你随便亲一下啊，太爽，太变态了，那必须的，这一块开的满分儿，就是。这个女的已经被套路了。谁？户外主播连这点都不会，你要把它给传传喽，嗯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户外主播最大的魅力所在，就是魅力就在于又有才艺又有那个什么。这样吧，甜甜，我能方便加你一个好。